好，这道的话呢，它是一个巧克力的 ganache， 然后搭配上蓝莓的冰沙。其实它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的菜单里面呢？因为蓝莓各种的莓果类的话，在丹麦它是非常非常多的盛产的，所以他们很多的食物都会出现莓果类，包括一些调酒都会有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旁边巧克力的 ganache 的话，它吃起来慕斯的口感非常的细致，然后我们的蓝莓冰沙也是师傅自己每天现做的冰沙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